大年初六开工大吉，各位朋友，新年期间一定少不免三五好友的聚会、饭局、酒局，或者一起去兜风玩乐。但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万事以安全为第一呀，否则容易喜事变衰，甚至乐极生悲。恐怖车祸酿造的惨案，港媒报道，近日在新加坡发生了一起恐怖致命车祸，连日来成为了网民的热议话题。据了解，该次事件已经造成了五死一伤。 且五位死者均是来自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实在是令人非常的痛心。据新加坡当地传媒指出，事发时大概凌晨五时许，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飙车导致失控，突然撞向路边的门店，随后车辆即燃烧起熊熊大火。车上除了二十九岁的驾驶员龙俊伟之外，还搭载了四名男性友人，五人瞬时被烈火吞噬，非常恐怖。 由于事发时在清晨，大部分人仍在睡梦当中，因现场故未有见到其他的街坊，但附近不少的居民表示都听到了巨响，被吓到。原来出事的宝马车正是他的未婚夫的座驾。吴秀慧不假思索的立即奔跑到现场，当她一见到未婚夫和朋友全部困在火海之中，竟然毫不犹豫就冲上去打算救人，但是由于火势太大，结果酿成惨剧。 结果，车上五人全数不幸遇难，而一心前去救人的胡秀慧亦重伤昏迷，全身烧伤面积多达百分之八十。救护车随即将她紧急送院抢救。当日中午十一时许，胡秀慧因严重烧伤进入了紧急手术。期间数度险死，幸好医生及时为她打强心针，才保住了性命。术后其生命体征仍然是非常不稳定。 优质，由他身体内的器官也因为大火灼烧被严重损害，情况危淡。目前仍需要留在加护病房中继续监察治疗。事后，警方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，目前已经初步判定这起惨剧是因为司机龙俊伟超速驾驶所致。事故引发了网民关注之余，女星胡秀慧的勇敢救人行为亦被网友热议，不少人都自发在网上为她祈祷打气。 希望危在旦夕的他可以熬过难关，平安渡劫。有网友还将事发时的监控画面全部曝光，证实了警方的判断。从片中可以看出，当宝马车飞驰过该路段时，突然失控，之后打滑旋转，直接撞向了路边的店铺，并随即起火，火势越来越大。当时胡秀慧大概在一百多米之外，狂奔着向出事的宝马车跑来，她不顾危险，冲入到火海之中。 试图拉开车门想救出未婚夫，但仅仅在三秒过后，胡秀慧便变成了一个火人，不断在挣扎，非常痛苦。之后，她一路跌跌撞撞回到马路中央的位置，场面真的是触目惊心。随后，附近的人陆续赶到现场施救，大家都赶紧向胡秀慧身上泼水，试图想帮她灭火，但无奈火势只是轻微的减弱，胡秀慧依然饱受烈火燃烧的痛苦。 之后有路人伸手截停了一辆经过的出租车，出租车司机一起下来营救。大约几分钟后，胡秀慧身上的火才被完全的扑灭。据了解，胡秀慧与未婚夫龙俊伟拍拖已经三年，感情一直很好，双方父母已经早已见面，并且很满意。惨剧发生后，龙俊伟的父亲受访时表示，原本两人于今年打算买房子就结婚，没有想到如今阴阳相隔。 龙母更是接受不了儿子离世的事实，情绪一度崩溃，终日以泪洗面。龙父强忍悲痛，又续言：“我把他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，希望他平安没事。”儿子去世的噩耗对太太打击尤为大，太太除了应对伤痛之外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在医院的他。这两天我都和他的母亲保持联络，互相支持，但目前仍没办法到医院探望。 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日后若有需要，我们必定尽心尽力地照顾她。另外，据新加坡传媒报道，目前龙俊伟的父母仍在等待消息，领回儿子的遗体。虽然这次惨剧是疑似因龙俊伟超速驾驶所致，短短几日，网上发酵，大批网友责骂龙俊伟。龙父表示对此不欲多谈，他称控制不了网民的言论，所以自己只好选择不上网去查看。 以免心会更加难受。龙父又强调，这次事故已经交由警方进一步调查。他表示，现阶段我没有必要去猜想车祸是如何发生，应该更加关心活下来的胡秀慧一定要平安的度过。他又指，龙俊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，并且工作勤奋上进。与他相识的朋友也说，他年少有成，也是一个为替别人着想的好朋友。 一起为正在病房内与死神殊死搏斗的胡秀慧加油打气吧！希望胡秀慧加油呀，一定要打赢这场战！希望吉人自有天相，好人有好报。祈祷。情人节本该是个甜蜜的日子，但天有不测风云，也有人突袭意外。二月十九日，据媒体最新报道，新加坡狮城歌台歌星胡秀慧因为冲入火场救未婚夫，烧成了重伤。 从媒体公开的现场照片以及报道可以了解到，当时胡秀慧在事故发生的现场附近听到轰然的一声巨响，得知未婚夫乔纳森驾驶的豪车出事，她奔往现场。眼看男友汽车遭火焰吞噬，她义无反顾冲了出去，希望把男友和车内的朋友救出来。然而熊熊烈火太过于猛烈，她最后反而被烧伤，面积达到百分之八十。 如今正在加护病房和死神殊死搏斗。据悉，乔纳森当时驾驶的车因为行驶过快撞向一处门店，然后爆炸，车上五人当场死亡，一人侥幸生还。而驾驶车辆的乔纳森无名指上还戴着戒指。今年才二十六岁的胡秀慧，虽然算不上是特别出名的歌星，但因为长相甜美，还曾经在英杰华工作，后来还转行当过空姐。 疫情期间停飞后，通过新航的平台申请当“心心相连”的数码大使。各位真正的是靠脸吃饭。据了解，吴秀慧出生于大马，十六岁时减轻父亲负担开始唱歌，是一名独立女性。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评价也非常高，夸赞她的性格乖巧而勇敢。这件事情不仅让人难过，还让人心疼。曾和她共事的资深娱乐制作总监陈志伟透露。 胡秀慧在好几年前就活跃于歌台界，后来因为当了空姐而没继续唱。直到二零一九年底，她在飞机上恰巧正遇到当值班的胡秀慧，于是邀请她重回舞台，而胡秀慧也答应邀请，并于去年八月开始再到线上歌台献唱。这位伯乐评价胡秀慧：虽然外表瘦小，但遇到困难勇于面对。为了救出男友，不顾危险跳入火海这件事令她动容。 更让人遗憾的是，吴秀慧和未婚夫乔纳森已经相恋三年，本来已经申请了预购祖屋，正在筹备婚礼，却没想到遭遇了如此意外。据查，乔纳森毕业于新加坡管理学院、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，修读的是经济和金融科系，目前在英杰华担任高级财务服务经理，年仅二十九岁，可以说非常的优秀。如今事已至此。 只希望逝者安息，生者能够尽快从伤痛中走出。特别是胡秀慧遭受如此大的打击，希望她早日康复，能够积极面对生活。据悉，胡秀慧脸部和手臂等全部多处烧伤，医院表示其情况紧急，目前人在加护病房。胡秀慧有人表示其全身百分之八十烧伤烫伤，大家都很担心，希望她能熬过这一劫。据了解。 胡秀慧出生于马来西亚，十六岁时为了减轻父亲负担，开始唱歌台。个性独立，被形容是个不会轻易向困难屈服的勇者。他朋友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。曾和他共事的资深娱乐制作总监陈志伟透露，胡秀慧在好几年前就活跃于歌台界，后来因为当了空姐没继续唱。直到二零一九年底，他在飞机上再次遇到正巧正在当班的胡秀慧。 于是邀请他重回舞台，而胡秀慧也答应邀请，并于二零二零年八月开始再到线上歌台献唱。胡秀慧救人受伤的消息传开过后，许多网友和歌台界的朋友都被感担心，数以千计的网友在社交媒体留言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另外，也有网友把他最近唱歌台的视频截取和截图放到网上，其中有一首歌是《两个人的回忆，一个人过》。 有一句歌词唱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我爱你，就像飞蛾扑向火”，令人不胜唏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